每日模组推荐，物理引擎模组，这个模组我两年前就介绍过，后续它也是更新了相当多的内容，看看它都更新了一些什么吧。在不做什么事情的情况下，这个世界看着是没什么区别的，但当我们破坏一个方块，就会发现这个方块会直接碎落下来，泥土被我们敲了之后直接碎了一地。又比如这棵树，我们可以敲击一下树的底端，这整棵树就会和解体了一样，从下往上依次散落下来，看着非常的解压啊，但是我电脑的风扇声告诉我了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志愿者提供的村子，我们来测试一下房子，随机敲碎一个房子的小角，顶上这个方块支撑的地方就会一起掉下来，拆迁村庄的效率大大提升。然后我们在配置中是可以修改这个掉落的形式的，刚刚那个是碎裂形式，还可以选择碎块形式，就是敲了之后的方块变成比较大的方块掉落下来，不知道大家比较喜欢哪种啊。还有这种粒子形式，敲掉的方块会变成非常非常细小的粒子，当然前面的这些碎块的持续时间、粒子的大小什么的都是可以进行修改的。模组有非常高度可配置化的界面，如果电脑带不动某个特效，就可以把它修改的稍微简单一点。包括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也会有粒子掉落下来，好像是食物的残渣一样，非常的真实。那让我们再来试一下在村庄里面放 TNT， 这个 TNT 在房子内部爆炸的时候，这个房子就会像烟花一样直接从内向外建设开来，这个真实的物理引擎可以给它打10分甚至9分。那然后我们现在在一个矿洞里面，可以随机敲击一下矿洞里面的一个墙壁，这个墙壁顶上连接的地方也会碎掉一些下来。现在这个墙壁的背后有一滩水，我们刚碎裂的那些石头的碎块也会顺着这个水往上流，虽然感觉这个石头的重量这样子并不是很合理啊，但是掉落物嘛， MC 中的掉落物都是会往水上流的，这非常正常。然后的话还有沙子，我两年前就在想这个沙子碎掉应该要变成粉末的，但作者并没有修改，不过现在这个模组还在持续更新中啊，不知道以后会有什么变化。那接下来是生物，现在生物添加了一个布娃娃系统，我们击败的生物现在手脚会失去控制，然后像一个布娃娃一样倒在地上，游戏里面的所有生物都有这样的设定，被击败之后直接四肢瘫软的飞出去。像某些特殊的生物还有特殊的动画，比如岩浆怪的中心不是有一个湖吗，那个湖也可以掉落下来，然后它的身体会变成一片一片的。所有被击败的生物都是有碰撞体积的，我们可以推着这个生物的尸体到处移动，这种可以交互的感觉就让它更加真实了。然后这个物理形式还可以更改，可以更改成和方块一样的碎裂形式或者是碎块形式，像现在我们就是修改成了碎裂形式。那后面还有掉落物啊，这个地方有一些村民不知道为什么乱丢的掉落物啊，我们把它收集起来，然后可以把它放到一个箱子里面，我们可以 A 一下这个箱子，然后这个箱子里面的东西就会全部弹出来，然后箱子自己会往后倒去。这个掉落物的物理引擎也是后来才添加上的，它不再是像原来那样子在地面上漂浮了，就更加真实了。这个模组后续还更新出了很多内容啊，比如这种雪地，还有液体，然后还有什么烟雾啊、旗帜啊、植物啊，还有水面，有非常多的更新内容。不过那些东西是要付费的，你们要是想看的话，下次我破费买来给大家测试一下，好吧？那么以上是这个模组的相关信息，不支持网易和基因版，在 CrossForge 上可以找到。